你们开什么玩笑呢？这加起来才一亿四，这比我们之前卖给众鑫的还少呢。您刚才不也说了吗？此一时，彼一时啊。安总，嗯，上千又接到消息了？是。 你不要觉得我们跟众鑫之间的合作一起抱团是不好的呀。你看现在的市场行情，如果大家能够在一起资源共享、一起协作，没有什么坏处的。我也想跟他们协作，但他们诚信有问题。那我帮你分析分析啊。经过这次的波折，曹达也收敛了，你也让他知道了你的实力，对不对？ 那深海院现在让各家都开始竞价，那明摆着呢，让我们的商务行业卷起来呀。那众鑫和雨果呢，又是这个行业的两家头部公司，如果带头哄抬物价，那以后的生意还做不做了？越来越难了。哎，我约陆泽宁，我想约上你，我们三个一起聊聊，好不好？ 如果我们两家能够达成共识，说不准会有转机。嗯，那你得给你家小鹿茸说好了啊，不能再出差错。如果这回还有波折，我绝对把你俩给拆散。我们俩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呀。少来！ 一把年纪了，天天在这练习控制欲，我都替你着急。让莫林看不到他想看到的画面，这件事情就很有转机。我是这么想，如果我们两家公司都不出手，其余的几家小公司的实力是达不到莫林那边。如果他们硬着头皮涨价，那些小公司很有可能在资金上面出现问题。一旦他们的资金链断了，莫林是没有办法跟集团交代的。所以，我觉得屏幕的价格未必抬得起来。 嗯，这样是可以反制上海的，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。以上海的实力呢，他完全可以保留住这些屏幕的高价不出手，跟我们展开拉锯战。上海或许不在乎，但莫林在乎呀。怎么说？他那点权力还是我费尽心思把他抢来的，跟他相处这么久，被他耍了这么一大圈，我也算是他肚子里蛔虫。同意。所以他现在急需的是证明自己。 他刚刚接手上海院线，一来是想要在马总面前做出成绩，让马总刮目相看；二来呢是想要在小马的手中夺走更多的权利，让自己站得住脚。你接着说。其实甲乙双方说白了，很多时候是互相的。马总把他们两个放在位置上，就是想让他们相互制衡。硬件是盛海的屏幕，而我们这些客户呢？ 就是他们各自手里的软件，莫林以为手里握着硬件，那像我们这些软件，如果都倾向了小马那边的话，那老马总会更看好谁呢？成，正好也是我对小马有错在先，如果能够帮他呢，也算是将功补过了。谢谢。 陆总，人心看挺透啊，没少研究人吧？他们把我们当做菜鸟，那我们也让他看看，菜鸟不仅可以互助，也可以互助。那众鑫那边呢？曹大能同意吗？我会想办法让他同意的。那雨果这边就我们两个负责了，要不要立个字据？ 我们现在是利益共同体，而且君子协议还需要立字据。合作愉快。哎呦，抱歉啊，各位。
我刚产检去了，入药太补了，久等了啊。那个，咱们就长话短说。我这后面还有个别的客户呢。好呀。你们这怎么一起来了呀？不是你这么烫怎么喝呀？穆总，对不起，马上给您换去。不好意思啊，继续。马太太，今天我们两家一块过来找您，是关于深海屏幕的事儿，我们想跟您好好聊聊。好呀，其实我这边真的无所谓，卖给你们谁都行，主要就这价格方面。这个我们了解，我们也看了你现在给的最低的报价，10000块屏幕。一年的经营使用权是1.8亿，这跟我们之前约定好的要高出了3000万。嗨，此一时彼一时嘛，这个价格呢是我们之前开会统一决定的基础价格，低是肯定不会再低了。而且啊，现在其实找我们的商务公司也挺多的，这肯定是谁的价格有利于我们，最后就卖给谁呀，对吧？那这两天来找您的商务公司还真不少啊。是的呀。那穆总，我们是不是彻底就没戏了？你们这什么意思呀？阿林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一次呢，就是因为盛海坐地起价的行为，我们雨果还有他们重心的上层都挺不高兴的。现在上面是决定呢，各自出7000万，一人一半买你们10000块屏。要能卖呢，我们就接着往下谈合作；要是卖不了就算了。7000万？你们开什么玩笑呢？这加起来才1.4亿，这比我们之前卖给重心的还少呢。您刚才不也说了吗？此一时。比试啊，是啊，7000万呢，是我们这两家商务公司的估算部估算出来的市场价格。的确，现在市场上不止我们这两家商务公司，但是我们绝对算头部。从软硬的实力上来看，好像还没有谁可以跟我们这两家商务公司抗衡的。剩下的那几家商务公司，绝对没有这个实力能买下这些屏。所以，就算是你们高一点点价格卖出去。针对这么多家，管理起来是很麻烦的呀。而且我觉得价格高也高不了多少，商务圈子里边哪有什么秘密啊？我们两家同时把底价报出去，别的家也不傻，加不了多少。而且据我所知，现在你们盛海院线的屏幕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负责，那我们也有自己的选择权。您呢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竞价。我们既然在您这儿得不到满意的权益和价格，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和小马总合作呀。穆总，您这是有备而来呀，这可不像是有商有量的架势呀。行啊，你去找他，你看他在马总那能不能说了算。别，阿林，本来我们是可以直接去找小马的，是我硬把他们先拉到你这儿来的，你要不再想想。盛海也不是个小作坊，那说不说得上话，不还是得看业绩吗？一边是价高者得，空在地上；另外一边是我们雨果还有重心两大合作目标呢。你说你要是老马，你会觉得谁的业务能力高？再想想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了。阿莲，你别着急啊，再想想，我先帮你摁着他们。